行嘞啊，这个原来是他的这个位置。现在啊，是我们仨人站在一块儿说一相声。哎，此时此刻，列位掏手机看看，信号特别好。怎么看我们仨这个头啊？还得救活他。信号是满的。嗯，今天还是钢丝节啊，从前天开始，前天是头一天，然后郭麒麟、陶阳他们唱的《大西厢》，昨天是单口相声专场。今天下午是群口专场，晚上呢是正日子，这个一场接着一场，挺热闹。然后这场是我们爷儿仨来给大伙儿说相声，都认识哈。嗯，这个叫陶云盛，也叫陶阳，对，这叫张云雷，这是我两个徒弟。这个一看他们，我特别感慨，这都长大了啊！你看，这个小时候来时还没这桌子高呢啊，谁想到现在俩桌子都不止了，这个啊，俩桌，这个来的时候。也这么高哈，也这么高啊，都这么高。现在行了，现在长这么高的个儿了 啊。谢谢，谢谢啊。你们家亲戚在那儿了是吧？对，都是我的亲戚。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看看，有爱我的啊，对，行，对，闭嘴，快点。男的起什么哄，真是的。我喜欢。我那个保安都哪儿去了？我一月花这么些钱，弄下来那个啊，谢谢吧，谢谢吧啊，这个很少有机会说我们爷儿仨在一块儿演出。对，本来呢这种形式呢不多见，关键是过节了，咱们一块儿热闹热闹。所以说大伙儿呢，别拿我们当正经的演员来看，咱们就是，你们是学坏了现在啊。谢谢吧啊，这个这么捧我们，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其实我也就这样了，以后大伙儿多捧我们这些孩子们啊，张云雷啊，陶云盛，这一晃都这么大了，打小老提我这个头，你看就没意思了啊，打小这跟我儿子是一样的，这是太对啊，来的时候呢那会儿是京剧神童嘛，后来说越来越大了就改电锯神童了啊，这现在挺好。现在我看他啊，我永远看就像这么大的孩子啊，可能你们觉得又小孩长大了，在我心里边老是当年那个小孩，有时演完之后带着他出去玩去，带他去吃东西去啊，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回就他刚上这儿演出来，演完了我们俩上后边斜街那儿，他要吃炸灌肠，我带他去，那会儿还小呢，哎，树底下那儿掉一小鸟，眼泪都下来了，那小鸟掉下来了，就小孩那个心那个干净啊，回家找妈妈往上扔，有这回事，摔死了，知道吗？不，那是个小鸡儿啊。时光荏苒，岁月穿梭，现在长大了。是，现在你让他在这儿不可能了。现在行啊，也自个儿看电影去，出去玩去，旅游去。对。啊，名山大川哪儿都去，没事看看电视。爱看完事爱看点什么综艺节目，哎呦喜欢，唱歌跳舞的都爱看。 嗯，那天看完之后，我跟您说我太喜欢那节目了，就是那撕名牌的那个我太爱了，就这就喜欢那节目，就出去在这门口出去也撕名牌去，撕完进来，师傅您看我撕这个没把我吓死，俩字儿特警啊。赶紧道歉给人送回去吧啊，这就到熬成这样就不惹祸了。对啊，这终归是孩子，这个要惹祸就惹大祸，你知道吗？小的时候说句良心话呀，不好看。现在好多女观众、大姑娘、小媳妇来了，要张云雷好帅呀！啊，也不咱也不是怎么看出来的，你们啊，像帅吗？哎，你好好，该坐那么后边喊了，真是的啊！爱我的人不能上前面来是吧？小时候我老逗逗你，这孩子长得这脸太长了哈。后来他说等我大了，我用头型来折一下啊。咱也不知道留着是，啊，羊驼，就这个朝鲜的这个头是，不是韩国是吧？我闹不清楚，是一个地儿吗？那个好像差不多吧。差不多，大长脸挺好，倒是挺热闹。那会儿小时候我就劝他，孩子没事，长大了就长开了。其实后来我想可能是我看开了，你知道吗？是我想开了，这是啊，说的对。现在行了，那个
有时候回去我老问他，我说你这个一天到晚的，一早我还没起来你就走了，你回来之后深更半夜干嘛去了？不跟我说实话，从来不说实话啊，不知干嘛去。后来问他们，他们说这搞对象去了。我问他们，从来没说过啊，我也不知道你们谁跟他熟啊。就说句实话，你好孩子，告诉师傅，交女朋友了吗？我找他去了。这一包厢都是啊，那个啊，那岁都是啊，没有那大胡子那是。回家之后那天让我瞧见了，脖子上也不有一红印儿啊，我火眼金睛啊，啊，他自个儿这儿端着肩膀，站住，张云雷，我瞧瞧，怎么回事？蚊子咬难受，我掐了给掐红了，你再掐一个看看。真使劲咔咔咔又掐仨，转天出去碰见那女孩你这脖子怎么回事？那个我师傅问我，我自个儿掐的，你再掐来我看看啊。回来满脸都是啊，挺好。这个你们早晚有大的那天，我也早晚有老的那天啊。你是最有发展前途的了，我谢谢您。真的孩子，这个最听话最可爱，越来越大了，以后有没有什么目标啊？有什么想法吗？有什么自己的愿望吗？在这个台上当然是有了啊，因为这个今天这个平台非常好啊，钢丝节就是您的节日，哎，大伙儿的节日啊。而我是希望您啊，就我的愿望啊，你别管我，就说你好好的就行，知道吗？不管您了，我也就这样，你怎么着孩子？哎，我就保持现状，哎，好好说相声，反正我的越来越好呗，是是，好就好，不能好拉倒，反正一点志气都没有。我的志气就是留在这儿不走了。今儿我给您起个誓，快不起誓，可以了，这好孩子啊，好好干，不用起誓是吧？啊，在这个台上起誓的都没有好下场，知道吗？啊，你不用起誓啊，嗨，这就是愿望。嗯，好，美好的愿望是吧？是。那好，那就努力呗，是不是？努力。你好，师傅才心里高兴呢。我好，您也好。我也好啊，我能好到哪儿去？我都这样了，我啊。行，挺好，那就希望越来越好啊。对呀，完事你也没事，多做节目，多拍电影，多拍戏，好吗？是这样。师傅也出去这给你们挣去啊。对，我是希望您再多录点那个节目。我还录节目去。现在这台啊，您太少了。我还得去啊。对，你支持我啊。多拍点那个电影啊，电视剧。啊，行啊。能在荧幕看见。嗯，好。多拍点那个感情戏什么的，就是跟那个姐姐啊、阿姨啊什么的，对，什么。就是我喜欢那个，可以了，孩子，可以了，我没白疼你，啊，可以了，这小你是不是不是这个岁数的孩子啊？我喜欢看您那个。你这话应该是他说的才对，是吗？他有什么您说？我很纯洁的，没看出来啊？拉倒吧你！张云雷有什么想法吗？我很简单啊，我不求大红大紫吧，反正在德云社颜值永远第一。你是我们这儿腌制的最好的是吧？然后下辈子也没有什么要求。我去啊！你想的有点太长了。下辈子怎么着啊？就是生在国庆，死在清明。如果有来生，生在国庆，长死在清明啊？对。生在国庆的目的是大伙高兴，死在清明呢？大伙难过。你就活这半年啊？他就活半年，这你算总共搁一块就半年啊？就是啊，你这有闰月也就多一个月，这是啊。闰月，说这些都没用，好好说相声，好好做人，对得起大伙儿。人家各位是买票看咱们来的，是不是？我带着你们俩人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谢谢各位了。谢谢大家。这俩孩子在德云社呢有特点，算是会唱的。啊，因为什么呢？张云雷小的时候那嗓子没胆儿，啊，太平歌词啊、莲花落啊都唱。陶阳更不用说了，京剧神童，后来也是什么太平歌词、莲花落也都唱。所以这两个人算是在唱方面有独特的演员。不过现在呢，陶阳也稍微大了一点，有一个变声期，行话叫倒仓。倒仓之后没有小的时候那么亮，但是味道比原来是浓郁了啊。张云雷更不用说了，这是硕果仅存的老艺术家了，这是啊。德云社早期的时候，德云社那会儿唱太平歌词就是他一个人，
那年他十几岁，也就这么高，脑袋后边留一小辫儿。相声我最后一段，我之前倒数第二就是他，太平歌词倒二，也就这么一个孩子。这一晃，变声期他也过了，他还算不错。对，嗓子还挺好。咱们这样，咱们仨人给大伙儿唱几句太平歌词，好不好？太好了，就等您这个。这个太平歌词是说相声、说学逗唱里边的唱，必须得会啊。带着本呢吗？带着呢，带着。这是你的哈，这是你的啊，这是我的，好吧？我这儿也有啊。咱们仨人给大伙儿拆一段唱，好不好？行，好了啊，我有年头不唱，咱们唱哪儿是哪儿啊？来，把手机都拿起来啊，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一块儿打板啊！啊，一块儿打，咱们热闹啊！行，哎，可以，这下饺子呢，这是啊。咱们这打的可不齐呀 啊这不像话，这得齐点。要想齐最简单就是我打，你们俩别出声、啊。哎，咱们唱一什么呢？得唱一你们都会的吧？对，好啊，咱们拆着来啊。好，这叫一鱼三吃，好不好？嗯。哎，隋炀帝，这调门行吗？行。高了还是低了？低了是吗？隋炀，我们不唱了，走。不至于，我们不上了，欺负人吗？这不是？不至于，很高我也上不去啊。隋炀帝，行吧？行，这可以啊。秦琼观阵都知道这个啊。隋炀帝无道行事凶，就这腔儿，哎，听，哎，凶。感冒要来这个，那太好了。热伤风唱着多好听啊！太对了，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啊，赐了王家一位位。退归林下隐蔽身形，那萧妃拐嫁天心府，隋炀帝下扬州这个关琼花走一程，平地里行船开了河路，他把那古字香油里变成，抓来了童男童女儿来拉纤，那一位位脱去了衣衫搂着身形，因此上东吴瑞雪下没有雨，在上天拆下了左天蓬，天蓬帅降生在山东郡，那群雄聚义是福宝唐宗，也是这位亲二爷的身遭大难，在这沿海登州遇见了杨凌，靠山王摆下了一座四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害秦琼的命惨生，那秦二爷好比是满手心儿，二为了个里七层啊外八层不透风，这头藏兵唐子强，枪沉着鸭子嘴，二藏兵啊拧着眉，这个掐着腰瞪着眼点火绳，三藏兵巨石藤拍手，关四藏啊马步儿，这个怀抱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架一木绿旗招展，关南方并丁火红旗遮蒙，关西方更新金佛起他如同雪尽，关北方任葵水早教气呀莫把它染成，关东方青龙居相衬着花瓣豹，关南方赤兔马相衬着马套红，关西方雪是白相衬着波龙马，关北方乌骓马相衬着马乌龙，关东方青龙刀大砍刀刀光偃月，关南方八棱锤呀神金锤锤死六星，关西方五谷叉托天叉龙泉宝剑，关北方托天叉布满了蛟龙，在关东南鎏金躺神金抓龙泉宝剑，
关东北嘉刚府月牙府俯瞰如风，关西南朱街边雁翎边边四包围，关西北判官笔荷叶塘耀眼光明，关中央五脊土龙旗高提腰吊斗站立一兵丁，手拿令旗滴溜溜溜转，乃疆场调动百万兵。好，听二爷马上我得死这俩人手里，翻身下了马能行，阎王山东落下了泪，那羊儿老娘哭叫几声，人家养儿都放背着老，您了人家养儿这个竹篮打水落了长空，我是失之望，孩儿我做高官增光越俗不了想，半路途中遇见险情，靠山王摆下一座四门兜底锁的八卦连环阵，要害孩儿的命惨生，磕一个头来我算进了小，磕两个头来我算进了中，那秦二爷磕罢了头三个，翻身上了马能行，阎王黄彪把话明，说你今天托顶我闯得出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挡棍说棒拐子流星四门兜底锁的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你立了大功，你今天托顶我闯不出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挡棍说棒拐子流星四门兜底锁的八卦连环阵，疆场以上你活不成，这匹马懂得人言善听手语，昏昏大叫了两三声，秦二爷马上高端坐骂了声，此死你叫杨凌，来来来你与秦谋剪对棒，战不成你就不算英雄，一言来唱不紧这秦琼关阵了，我是愿诸位阖家欢乐是俯首抗宁。太平歌词，过去啊，这个太平歌词都是说相声跟街上说的时候，拿这个招揽各库的啊。这儿唱着唱着，老百姓围上来了，咱们就不唱了，就说相声，干这个事的啊。这个很少在台上就仨人一块儿这么唱啊。笑什么呀你？这怎么都乐成这样？这是啊，啊，挺好。这个听听个乐呵。过去其实不光说相声唱这个，连卖糖的、拉洋车的都爱唱这个，就听乐了啊。为什么呢？旋律简单。啊，一上句一下句来回叨叨唱，挺好，好学啊。唱几句这个呢，给各位压一压耳音。其实我们三个人里边，要说最时尚，应该是张云雷。哎，啊，张云雷，你看说唱戏啊，唱大鼓啊，张云雷可能没我们会的多。但一说唱歌，我们俩捆一块儿也唱不过人家他去，唱得好，知道吗？唱得特别好，真的。尤其是女歌唱得好，还这女歌啊。对，张云雷。哎。张云雷有一最大特点，你点得出来的歌他就会唱。我万一我不会怎么办啊？不会咱让他出去。对，这个还不简单嘛，对吧？这我就踏实多了。那你放心，你说来开始、出去。还有谁？哎，这一会儿空出半堂座，咱还能卖钱。这发财的道有的是。还有什么大家点啊？啊？也挠去，痒挠去，拐去啊。这就很好解，养你会吗？哦，养忘了啊，他不老养的啊，再挑一个吧啊，再挑一个什么啊？坦克啊，忐忑呀啊，忐忑行吗？这么着，我唱一万五声吧，行不行啊？哦，万五声，好好好，这行，太棒了。那你出去吧，哎，别我出去，我还没唱完呢。哎，好，别拦着我，谁拦着你了？我跟你说，一般的妇女打不过你，真的。谢谢、来吧，谢谢，我唱了吗？我王班扎撒到咱妈呀，妈奴班拉呀，班扎撒到这若巴的撒神州没把哇。苏德尔卡玉没把哇，苏博尔卡玉没把哇，
阿努拉多尔美巴瓦要念我收了你萨瓦尔辛迪美萨呀萨萨瓦尔嘎玛苏萨代埃吉达新瑞亚呼噜吼哈哈哈哈哈忘词儿了呀帮我提醒忘词儿了呼噜呼噜哇呼噜哇一颗藤上七个瓜风吹雨打都不怕啦啦啦啦叮当当咚咚当当呼噜哇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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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还没唱完你们还捧呢真行啊唱的不错花那么些钱听这个破玩意儿怎么就串到葫芦娃去了呢旁边还有呢如意如意按我心意快妖孽、哎、不是妖孽妖孽啊还有什么黑猫警长啊啊行这都小孩包场今天是啊、哎、就没有大气点的歌让你们点吗啊什么他喊小鸡小鸡小鸡在后边呢这是什么歌有这歌吗有好像有有这歌是吧改成诗了吗哦这怎么呢你看那里有小鸡哟哦小鸡哔哔哟我来不了我活不了你们这个啊他唱歌唱的好我一段都不会他这都太时尚了这个 太好了你要说唱戏我还凑合啊、嗯、陶阳也行啊我也行要不这样咱仨唱个戏怎么样可以这说到点上了太棒了这个那你们挑吧你说是京剧啊评剧啊河北梆子秦腔黄梅戏越剧啊我怎么觉得我在菜市场演出似的来了这些个上访的呀陶阳挑一个吧我挑啊要我挑来个云南梆子啊法国二人转啊真我挑啊啊你说一我听听这个因为大伙儿意见也不同您看这怎么挑啊那这样吧等会儿我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像个女孩说的谁举手我看看啊不是你男的你举什么手啊你这哎呀这咱们这样吧咱们这样吧这个因为唱别的你说也没个弦儿也没个乐器哈他倒是会拉弦儿他跟台上呢其他人也不在张云雷不会乐器他就会打这板用不上咱仨唱一评戏怎么样行啊行可以我老跟台上有时候学唱啊一段半段的其中有这么一出戏叫刘伶醉酒啊这个呢过去人家唐山有一位艺术家啊红影老太太红派小生人家唱调门也高那东北有几位是吧倪俊生先生那就是评剧的大家前辈也唱所以说不同的演员有不同的唱法咱们今天这样咱别光是唱这片段咱仨人呢就把这一小折咱们演一下好不好可以啊、嗯、可以可以可以、啊、我得把这个故事情节先说一声刘伶啊过去据说是天上的一位神仙啊酒仙后来被贬到凡尘来了天天就好喝酒后来王母娘娘过生日时候天下神仙都到了唯独刘伶没到说这人哪儿去说下凡了那你们把他找回来吧派谁去呢派杜康去就是这句话杜康造酒刘伶醉啊不醉三年不要钱说的这个故事杜康到了凡间先变了这么一个酒馆嗯又变了一个伙计俩人跟这儿的开酒馆然后又变了好多喝酒的人跟这儿等着等刘伶来刘伶来一喝酒最后喝多了醉了三年是这么一个故事你们两个人就来这个杜康跟这小伙计好不好我来杜康那我来小伙计伙计高了一点这个啊还是小伙计嗯啊好行好吧人物分好了那我唱这个刘伶你们两个唱这个杜康跟这个伙计啊先变出酒馆来再变出一帮喝酒的人、嗯、然后你们俩得对唱对唱对唱完了之后溜板上午咱们就开始好不好好好好来来好好好你们俩准备我这边啊来还没我呢啊可下去了调调这个现在开始了啊评戏刘伶醉酒这儿就是大街上了嗯这是咱们编的酒馆我是杜康那我是小伙计是小伙计咱们得招揽生意就没有喝酒的人呢别着急啊、嗯、我先唱两段吧唱两段啊哎杜康造酒刘伶醉
不醉三年不要钱，年年到有三月三，王母娘娘百花穿，穿帮穿底檀香木，珍珠玛瑙玉石栏杆，满天神佛俱来到，不见刘伶好酒的仙，凌霄巅峰了玉皇之啊，等候刘伶醉三年。鼓掌。哎，您看咱唱完了，咱得变一酒馆。变一酒馆啊，飘酒馆变出来了。这个酒馆有了，咱得变点喝酒的人，变点喝酒的。好，我看啊，我给你，我你变，我变，你变。好，出来几个。嗯，哎哎呦，完了。这是我小便出来的，这是我大便出来的。好好，喝酒的人来了，咱们就坐等啊，坐等刘伶来。嗯啊，刘伶怎么还不来呀？刘伶怎么还不来呀？还不来，还不来呀？来来来来。你们哪儿变出一大排档来啊？他变的。哦，他变的啊。哦，这是那堆都是你们弄出来的是吧？是是是是。行，对，好嘞。好，你们不唱了是吧？不唱了。哦，那行，那就开始了啊。好啊，人都齐了是吧？人都齐了。论顿大大大大腾的冷贼雷腾大富贼腾来了刘伶好酒的难，海量无边赛神仙，喜得是狐里的乾坤大，爱用嘴眼看人间功名利禄，云烟过眼，哪怕人耻笑我狂傲疯癫，卖不了艺求官来进，叫一声掌柜的好酒来端。掌柜的啊，可有好酒啊？好酒您别问我，您问问他们。问他们，问这些位。哎，列位，这酒好是不好啊？请您欣赏莲花落王二姐私夫，表演者张云雷、王九龙。给您换一场，今儿可能是我专场，今儿对你们都不要脸了，我出来三回了，我都 啊前面一场一场的，这都是相声，是到了我们这一场呢，给您换换耳音。嗯啊，唱一段这个，哎呦呵，谢谢谢谢。我哪知道临时安排的又给我啊，给您换一场这个莲花烙。你那多大啊，你看我这个。其实这个莲花烙啊，啊没事啊，其实这个莲花烙啊，啊没乱是不是，别打搅我啊，我还有词儿呢。嗯啊，哪有词儿啊，咱们那会儿干嘛呢我啊，有很多这个过去的老先生们，我觉得唱的都是非常的好听。哦，莲花烙是吧？嗯，有这个花贵宝啊，老先生于瑞凤有，我师父郭德纲有，可惜呀，他们都死了。对了，你快了你，你快了你，快了，什么叫谁死了？有那么说话？你说话，你推我胸干嘛呀？你还挺爽。不是你见不见呀？你干嘛呢？你不是废？你不爽吗？你不。不是你干嘛说什么呢？不是，别胡说，有一位还活着呢，于瑞凤。谁呀？啊，不是郭德纲活着呢。造谣。我这怎么是造谣？这是郭德纲活着呢，没死啊？没死，但我这个愿望是好的。今儿算你告别舞台了，今儿我告别舞台，我得上了。怎么说话的？是我活着呢，啊，活着呢。这个莲花烙啊，可能在座的啊，哎对，又让你带上了。对啊，在座的有的朋友可能就说了，嗯啊，你说这莲花烙啊，我听过哦，不好听，确实不好听，没关系。嗯，您仔细听，怎么样？确实他妈不好听。对，
你逮什么呀你？那还唱他干嘛呀？不是不是啊，但是这个我今天跟我兄弟啊，这个莲花烙啊，也是这个第一次合作。处女座？那什么处女座呀？别瞎想啊，这是他第一次合作。是。您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呢，就看看我们哥俩是怎么把这个曲种给毁灭的。对啊。什么叫毁灭？您唱的好啊。啊，也没这么邪乎。哎哎。咱们闲话少说。怎么着？打板就唱。咱这就开始啊。学徒，我志志诚诚给您唱这段《莲花烙》，王二姐思夫。太好了。王二姐来哟，泪滴呀打了我就思想，听秀老没有回家，二哥临走留下了一句话，他叫奴家我们给他把那跟头大脸砸，十指连心那反样的茶，我把这个绒线那纸啊捏儿上扎，拿过来钢针我认上了一条线儿，这一头往了一个四疙瘩，小小的钢针它不受奴家我们使，搁在了这个鬓角上它是磨了又是滑，奴左滑这儿前当而不亮，十指连心他掐拉花儿，掐拉花儿烫了奴家我的那个手，那拍嘟拍嘟拍，哎啪嘟啪嘟啪呀，啐了一口唾米他小鞋底儿上擦，哎一呀一针儿扎，上方玉皇张大帝，哎二针扎，二郎爷细狗把孙大圣来拿，哎三那三针扎，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四针扎呀四大金刚就抱着琵琶，哎五呀五这儿扎，五条孽龙儿来戏水，六这儿扎呀六个仙女儿就捧袈裟，哎七呀七这儿扎，七个小星儿参北斗，八呀扎呀八仙过海把宝贝拿了，我的九枝扎，九顶山前有座娘娘的庙来吧呀儿哟啊，杜康造酒醉到西安记呀，那一儿呀儿哟，哎呀是呀是这儿扎，是点的那个眼泪、哎君哎呀把生死不儿拿，又把善恶来查，说这个样的花儿给你666钱买不买呀，奴家我不买，那奴家要查，春秋四季就格子样的花，哎春那、啊、春枝扎，桃杏花开红似火，下枝扎刺骨叶儿藤骨瓣儿，哦莲花哎秋啊秋枝扎，枝扎的玉门枝那江西啦，哎冬啊冬枝扎，迎春的钥匙弹哎春哎就拉得梅花，说这个样的花给你777钱买不买呀，奴家我不买，那奴家要查，天上飞禽地下走兽，河里头浮的草壳了蹦的大肚子那个锅锅哎，在那高粱叶上爬又不露水，
猪耳子说这块凤啊，说这个样的花给你888钱，买不买呀？将就着吧。正是二姐把活来做，忽听的窗户外边响刷啦，不用人说我就知道，想必是二哥哥转回家。你进来吧，你进来吧，从小的夫妻你怕什么？叫了半天无人答话，谁家的小伙吓唬奴家？二姐端过银灯来照上一照，原来是蟹子在窗户楞上爬。小蟹子见了亮，麻了爪，那滴溜溜那个啪嗒嗒掉在平地下。二姐生来爱淘气，三寸的金莲就将它拨拉，是左边拨拉右边躲，右边拨拉往左边爬。二姐怎么会自没系她的绑腿带，顺着腿腕往上爬，一爬爬到磕膝盖下，回过头来把钢针扎。哎呀一声疼，死了我这么大一个蟹子，哎，怎么大那个尾巴。王二姐儿泪交流，思想起停休，老没有回头，今天没有别的事儿，要给我二哥哥绣个兜兜。箱子里头找，柜子里头搜，搜出来老太太叫猫花花花扬州，搜出来几米鹅端抽，要给我二哥哥绣个兜兜。四角绣上四出大戏，这个四出大戏我绣在上头，头一出我绣的本是牧羊卷，这个二一出我绣的本是撇彩球，三一出绣的四郎探母，四一出我绣的本是黄鹤楼。当件没有别的绣，我绣了一个狮子滚绣球。虽说我的豆豆小啊，它的地方大，这个豆豆上我还能绣上九大洲：苏杭州、浙贵州，要吃蜜桃到深州。你是沧州的狮子景州塔，离城四十到通州，赵州桥、鲁班修、玉石栏杆省人流，沾过老气绿头里走，这个长王爷推车就压了一道沟，有的官的没的官了回来再走。撇下了二妹妹泪交流，王二姐儿泪如梭，思想起停秀张二哥。今天没有别的事儿，要到秀楼看明波，鸡等更啊更等等啊，把楼来上，这个忙上楼板一十三坡，拿过来菱花照一照，照照我的模样却是为何？镜子里倒一个张廷秀，我要你无用的东西做什么？啊，苍老浪摔坏了菱花镜，回首扒拉下那梳头的桌，肥皂椅子扔满了地，这个针线破了往楼下泼，叫丫鬟撕被窝，满着撕，二哥回来干什么？二哥回来抖动桌，急忙撕坏了鸳鸯枕儿，满着撕。二哥回来枕什么？二哥回来枕毛窝，毛窝矮枕铁锅。正是二姐儿疯魔闹，这个乔子的丫鬟就把话说，抱抱抱喜来到，欢迎来了听秀张二哥，乐得二姐儿了不得。十三层的楼梯他不下，这个毛二根都咕噜咕噜往下遮，穿宅过院来地快，花园不远头里搁。二姐儿就往头里看，抬头见了我的张二哥，我这一把手啊拉住了那个张廷秀，六年的委屈我们上楼儿再说，我一言哪唱不尽了这个帅景家。好玉要是不好，您内担待要听内桌。